就是不怕那个很香，怎么讲？很香，我们还是跟那湖南乌达斯啊。煮饭呢？啊，回家嘛，第一个啊，枸杞。但是哔哔哔哔，乌达斯，乌达斯，哔哔哔哔，乌达斯，乌达斯，哔哔哔哔，乌达斯，乌达斯，哔哔。哔哔，乌达斯，乌达斯，哔哔，哔哔，乌达斯，乌达斯，哔哔，哔哔，乌达斯。Udas pipi udasio, uda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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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das pip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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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dasio, udas pipi pipi udasio, udas pipi udasio.Udas pipi udasio, udas pipi udasio, udas pipi udasio, udas pipi udasio。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的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B 哎，哦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，吴大师 BB，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 BB。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坏，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出的吧？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？我想吃饭，怎么讲？马烧让你。马烧让你。嗯。关机。把你放出来。阿妈。我肚子饿，我想吃饭，怎么讲？马烧让你。就这样吧。我念让你迷上。哦，什么？我念让你迷上。不打是比一比。Hey!
五大师比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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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大师
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，随便，字都可以。嗯，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简单的一两个字呢？谁会？因为没有啦，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
准备的资料要学啦，就都还没开始上课。对，我们已经失落很久了啦，最近几年才慢慢在恢复，找回来那些。主要分布在刚刚说那个什么后龙镇，后龙镇新社，新港社，新港社。那个母语怎么会？母语是今年才设计说要念的。哦，之前没有，但是有组成单位，推一些文化就对了。有。母语就是比较晚才弄。对，因为我一直想要进入那个原住民族群。所以我们昨天有去八百族，他们也要争取进去啊。平埔族的现在也说很多要争取进去啊。可能我们基地，因为我们已经跟平地的同化。那你有没有平埔族的名字？大卡斯族啊。母语发展的比较晚。对，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，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。100多个字。对，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，然后一些耆老都已经过世了，所以一些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留，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。对，70、80岁的还有人在吗？70、80岁有，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，对，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。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。五大师比比，五度沙印图案。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，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Hey!
乌达斯比比，乌达斯比比，比比乌达斯，比比乌达斯，乌达斯比比，比比乌达斯，乌达斯比一比。古星啊，白羊几嘞？哪一代呀？古星啊，白羊几嘞？哪一代呀？姨妈，白羊几嘞？一宿舍外，白羊几嘞？不不来，伊叔阿叔言，白羊几嘞？老黑笨阿三，怎么落寞？我要换。白油怎么乱？是个烂古人。我阿啥意思？我阿啥意思？花束花纹，我阿啥用么？五大师比比，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。五度沙印图案，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比比，比比五大师，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，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
好的。这个还没有老婆，介绍一下这个。哇。独干嘉宾，独干嘉宾，干问鸡，干问鸡，啥音不少什么哟？乌都嘛你鬼鬼，老嘎咋来？黑老了哎。来看这边，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。国语名字叫白玉汉。太阳名字。太阳名字叫余浩。哪一组？太阳组。住哪一村？奥村。哪个国小？哦，国小。几岁？几年级？八岁三年级。好，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啊、哦！好，谢谢哈。你会 B-box 哈？那就开始表演哦，来呗，开始。蹦开呀，蹦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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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蹦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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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这边，看这里哟、哦。问你敢不敢在这个夜里爱我？想要这样为爱习惯，到底你会怎么想？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。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，一束路管子沟那道路暗淡。不计数那奴婢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束碧柳呼吸不能安安。一大娃阿尼嘎阿皮和伯鲁，只有那古娃。比比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五度三音图案，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，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
小威龙啊，或者是邦卡里面哈，他们有些会生气哈。他那个闽南语比较通俗的是干你娘，那个要怎么翻成？翻译成什么？干不服输？干不服输？那个靠背就是指哭爸爸哈，靠背要怎么翻？人民是大嘛？人民是大嘛？哭怎么讲？人民是。The means. The means. 然后那个靠腰怎么讲？腰就是肚子饿，哭肚子饿。靠腰，哭肚子饿。对，好。What means? 欧瑞。那个靠鸡掰要怎么翻？跟那个皮皮那个。哈哈，你讲那个。画沙小怎么讲？那画沙小。完了单手。那画沙小。完了单手。那画沙小。完了单手。那个保险套可以怎么形容？你用，就是说那个鱼的话叫嘎巴，嘎巴乌德斯，嘎巴乌德斯，那就是嘎巴，嘎巴是鱼是吗？对。如果有那个套子的这个形容词，这个字吗？套子。我真没听过呢。那个打手枪怎么讲？自卫。皮包乌达斯。啊？皮包乌萨。皮包。什么包乌达斯？什么包乌达斯？打篮球。那个如果说口交要怎么讲？我们叫乌达斯。但是干是嘴巴吃啊。但是。哦。那女生的要叫。你叫屁屁。屁屁点，屁屁是舔那个，舔那个。那个，如果说他有那个卫生安全宣导哈，做爱要全程使用保险套，德鲁古话怎么翻？哦，那现在么多会有阿德斯卡班萨，对吧？好，讲那个男生很猛，很猛怎么讲？对不？啊？哎不啦，对呀不啦，哎厉害的意思。哦。如果说那个那个男生做爱很厉害，怎么讲？对，不要这么回事。哦，做爱很厉害，怎么讲？对，不要这么回事。哦，做爱很厉害，怎么讲？对，不要这么回事。哦。大光大美的水，龙江的森林。给那哑巴的太阳，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， 呜耶。